他每次用这个潜艇来做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对不对，庄？你看这个上面，你知道啥？你知道干什么的吗？这个是来偷窥人家的。哎，船长的机机，哎，放我出去，放出去。在游戏开始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个忙啊，那就是订阅我的频道。你的支持呢，是能让我更有动力去制作更多游戏影片啊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， 还有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就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欢迎收看罗明道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罗布斯啊。今天我们来逃离造船工厂啊。为什么逃离这里呢？就是船长啊，他成为不了海贼王啊。就是因为呢，船长他发疯了，他把我们关在这里啊，不让我们逃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来逃离这里吧 ，Let's go！ 来 ，OK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是，哦，这里是个船长吧？这就是船长吧？哦，等一下，哎，有动画嘞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是，这个是要把我们关起来吧？哦，真的是哎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们被关起来了，哎，放我出去！哎，船长的弟弟，哎，放我出去，放出去。OK， 看起来是这个船长他把我们关起来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逃出去吧。来来来，这里跳出去。OK， 哦，他说船长已经发疯了，所以我们逃出去啊，没问题。然后这里呢，哦，你船呢？哎，跳过去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两个人坐船而已啊，来吧，我们向新世界出去，我们要成为海贼王啊，哈哈。身为海贼王的第一步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船怎么了？要跳过去吗？来跳！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幸好我跳出来了，不然我沉下去了。干，哦 ，OK， 现在我们下一步呢是要做什么呢？现在应该是要跳过去。哦，前面这里有一个，那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，等一下啊，前面那个难道是八爪鱼吗？难道是日本传说中的在上网看到那些触手 play 吗？OK， 别乱说话，等下又还飘了。来来来，进去。哦，这也就是八爪鱼的嘴巴吧？怎么那么像人类啊？哎，那么奇怪的，这应该不能触碰吧？来来来，我们走，我们跳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这里呢？这里怎么有鸭子啊？哎，好奇怪哦。然后这里一个船长，一个船长的帽子吗？啊，干。OK， 这里应该是八爪鱼吃过的东西吧？他应该把这些鸭子吃进去了。OK， 我们前进吧。来，我这里什么地方啊？这里的这个颜色，哈哈，是八爪鱼的大便吧？哎，好恶心啊！跳，八爪鱼大便，我会跳，我脱陷阱。哎，没事，没问题。嘿 ，OK， 我们刚刚从八爪鱼的大便那里大出来了吧？然后我们八爪鱼在哪里啊？哦，他在那边。他应该是大便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流到来这个小岛吧 ，OK 吧？我们前进吧 ，Let's go。然后这里，哦，船长在那边 ，OK， 我们逃离他吧，来走，来来来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毒气？什么鬼来的这个东西？啊，算了吧，然后前进。我这里是，这个是黑油，哦，这个是黑油的那个管吧？应该是黑油。漏黑油了，这些管道哦 ，OK， 我们前进吧。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选择一个门口吧，然后其中一个门口会去到那个潜艇吧。OK， 我这里可以，哎，可以前进吗？这里，哎，我不行，这里不能前进。我们要选择一个吧，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吧。啊，随便啦，啊，哦 ，OK， 各位观众，不错吧？我的运气太棒了吧？嘿，来前进吧，来，然后这里是。OK， 现在来到了这个潜艇吧。然后这个潜艇是谁的？这是罗的潜艇吗？诶，他每次用这个潜艇来做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对不对，庄？你看这个上面，你知道干什么的吗？这个是来偷窥人家的。OK， 不要乱说话了，等下黄标啊，白痴哦！来，这里现在怎样啊？这里前进吗 ？OK， 跳过去。没有什么难的，这里。哦，这哦，各位观你看这什么东西？绿色的，然后里面有僵尸吗？还是有人在里面做一些我们不说了，我们来前进吧。我这里什么啊？这个找到按钮吗？什么按钮？这个按钮吗？这个按钮太大个吧？哎，哦 ，OK， 这个是一个通道吧？来，哎，前进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谢谢你哦。OK， 哦，这里是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在海底里面了吗？你们看，哦 ，OK， 哦，先关。OK， 我们出来了哦，
OK， 我们应该是刚刚是从那个 进入了潜艇，然后转一个圈，然后从这里出来。OK， 转一个大圈吧，然后呢，这里吗？这里可以自己跳过去吗？我跳啊，哦不行。OK， 我们走这里吧，不能作弊啊，我们前进吧。然后这里什么啊？这里是黑油吗？哎，怎么会是漏黑油啊？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鸭子，怎么那么多鸭子啊？难道这个作者很喜欢鸭子吗？嘿嘿嘿，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哦，这里下面是黑油，不能触碰。好的，跳过去。诶 ，OK， 这个黄色是什么东西啊？按了哦，会加速嘞。哎，跳过去。哦吼，来，成为海贼王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跑酷啊！啊，来跳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哦，太酷了吧！来，这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小心那些死掉的小鸟，死掉的小鸟哪里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死掉的小鸟啊？这个是会飞的小鸟吧？哎。什么死掉小鸟？嘿，难道是我的小鸟吗？别乱说话。OK， 我们下一关吧。哦 ，OK， 成功抵达。然后呢，这里是可以进去吗？有色色的东西可以看吗？别乱来了，来，前进。哦，这个蓝色不能触碰吧？应该是来。这里是哦，这个是不能触碰啊。哎，哦，陷阱，有一个陷阱啊。OK， 要小心了，没有注意到啊，原来还有个陷阱哎，哎，跳过去，可以，哦，这个不能触碰吧？我们跳这里，你看我跳上来不是安全的吗？太简单了吧？哎，再等一下吧，好，跳过去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来，我来到了这个船的里面吧，需要找到锁匙，好的，锁匙在哪里呢？锁匙，哦，看到了，嘿，锁匙。简单，没有难度啊！哎，给我一点难度啊！我要难度啊！啊 ，OK 吧，先进吧，不要抱怨了，不要抱怨了。然后这里呢？哦，这里是工厂吧？来跳。OK， 这里什么地方？这里应该是油气的地方吧？来跳过去，没有问题，简单跳过去。哦，鬼观众，到终点了吧？哎，得跳跳，哈哈，通关了，嘿嘿。OK， 这款游戏呢，我忘记了它的主题是叫做《逃离造船工厂》啊！哈、啊，我一直想到要成为海贼王啊，白痴哦！OK， 最后呢，船长去了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哈、啊。还有，我们应该是成功逃离了吧？还有，成功成为了海贼王。这款游戏的作者呢，我觉得还行吧，因为他之前制作的游戏，我觉得还 OK， 不会讲很烂，还行啊。OK 吧，游戏就到这里结束吧。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， 点出去叫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如果想看更多 Roblox 影片的话，或者其他游戏影片，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呀